李老，你说这些话呢，我都理解。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个案子一天不破的话，那13个中国船员的冤屈，他就洗清不了。如果这个案子他一天不破，那外国人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向我们中国人开枪，栽赃，对不对？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怎么想？那这个时候我还能考虑我自己的性命？我肯定要全力以赴的嘛。 既然你这样讲的话，我不答应你也不行了。那就谢谢你了啊，李老。陆生，我再跟你交代一遍：等一下你跟高野进击落的时候，凡事要小心，随时随地跟着他，他到哪你跟到哪，不准他出任何意外，不能发生任何危险。必要的时候用你的命换他的命，有没有问题？ 哎，李老，我没跟你说话。有没有问题？李波，无论你让我干什么，我庐山没有半句怨言。庐山，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李波，还有什么要交代吗？没有了，去准备准备。是。你一定。 要活着回来啊！你放心吧，我还得回来给你过大寿呢。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等你回来给我祝寿，一定。 关局长已经向我汇报了，你们找到高野了吗？还没有。我的要求啊，就是以下几点啊：第一，如果阚李拉是凶手，必须将他活捉带回国内进行审判；第二，如果说猛红是凶手，那你就要给我拿到铁的证据，不能仅仅靠猜测和怀疑，必须要让缅甸政府心服口服；第三。 没事吧，老倪一点。金城，怎么回事你？啊，戴个眼镜眼瞎了你？先生，是你先急刹车，我才撞到你。刚才有神牛过路，我能撞神牛吗？鲁班，不急刹车，我能撞你车吗？ 撞了我车，你还有理啊你？别动手啊！我就跟你动手了，怎么样？有话好好说。什么怎么回事？对不起啊，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来赔偿。我也不知道你们这边是怎么赔偿的。这就不是钱的事儿，怎么回事你？你干什么？鲁班，不要这样！让开。 开枪！那边。
怎么回事？哎，你不是某红董事长的千金叶星吗？你没事吧？用不用我们送你们回去？不用了。哎呀，老妈，先生你好。哎，走吧。哎，好。叶星，咱们走吧。那刺杀是冲着你来的吗？不知道，也许是冲着猛红的女儿去的。啊，看来击落之情真不简单。西海局长，李老先生，你好，坐坐坐，来喝点茶吧。哎，不用了，李先生。我们这次来呢，是想向您请教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李先生，这个人您认识吗？不认识。你们找他干嘛？那么莫雄先生呢？听说他也来拜访过您。来过，吃一顿便饭，刚已经走了。李老先生，那我们先告辞了。哦，这么忙，那你们辛苦辛苦。慢走慢走。他们应该已经离开大齐里了。我还希望齐海他们能找得到高野。咱们从这位老先生的嘴里不可能问出任何结果。这事儿得问问莫雄。莫雄为什么去找他啊？因为我怀疑是李老先生让莫雄把高野代替击落。那我给莫雄打个电话。大齐力的警察局长给莫雄打电话询问一个外国人的下落，会引起莫雄对高野身份的怀疑。莫雄先生啊，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路上出了一点车祸。没事吧？啊，没有事情。不过很巧啊，我们撞上那辆车是叶香小姐的。叶香？对。她没事吧？没有事情，不过很危险啊，有一个杀手向我们开枪。杀手？怎么会这样？不知道，也许是冲着叶香小姐去的。叶香她现在在哪儿？啊，没有事情，她很安全，现在已经回击落了。哦，那唐总，你坐我的车，路上我们还可以聊聊合作的事情。好啊，那我就坐莫雄先生的车，你跟着。唐先生，上车吧。你跟着我的车，请。爸爸，爸爸，哎呀，爸爸，你没受伤吧？没事，幸好一个中国人把我救了，要不然我现在都见不着您了。爸爸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啊？哎呀，我已经跟大齐力的警察局长通过电话了，他说凶手的目标并不是你。那是那个中国人吗？哎，鲁巴，你当时在现场你看到了什么？董事长，我和都是我们俩都是背身，所以我爸爸，我们进屋去说吧。有没有高野的消息？莫雄带着两个中国人啊，20分钟之前就去了击落，估计现在都快到了，咱们追不上。我们去找李秋生，快！
长先生，请你们稍等片刻。早就知道你们会再来的，茶已经给你们泡好了。李老先生，嗯，听说高野跟着莫雄进了基洛，是吗？对，对不起，我自己也很后悔做这个决定。你们也知道嘛，当着高野的面，我这么说吧，高野的一番话再一次提醒我自己是个中国人。那么现在你们的事情又事关我们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的尊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选择了。要不然的话，高野他会瞧不起我李秋生，他会后悔交了我这个朋友。可是您知道他进基洛的危险性吗？知道，我已经尽我自己的全力，我那些弟兄们也会尽他们的全力去保护高野的平安。啊，你们以后在大其力，不是，你们在缅甸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我李秋生是绝对尽全力。谢谢。晚上那个孟东叔叔也要过来吃饭，要跟你谈谈贸易公司的事情。爸爸，我刚回来，您不让我歇几天啊？哎呀，现在公司的效益不太好，孟东叔叔已经急坏了，要你这个大学生啊给出点建议。顺便也谈谈你和陆八的事情。喂，莫雄，你回来了。哦，正往基洛赶。董事长，您什么时候见李先生的那位朋友啊？明天上午吧。啊，你晚上也过来一块吃饭，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好啊，那我们晚上见。唐先生，董事长明天上午要见你。哦，好啊。对了，这里离基洛还有多远？哦，还有两公里吧。哦，两公里。我很佩服唐先生的胆量啊。为什么？你们外国人想进入丛林深处的基洛，没熟人带领是不敢进来的。哦，多数都是缅甸的警察带进来的。哪里哪里，我不是单枪匹马呀，不是有莫雄先生这样的朋友陪着我吗？再说了，自从猛红董事长宣布禁毒之后，这里的治安要比大其力好上百倍。你说连大其力我都敢去，我还怕来基洛吗？多谢您的夸奖。咱们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啊。刚才在李先生那里，唐先生没有这种感觉吗？是啊，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了，是不是我记错了呢？好了，车修好了，请。唐先生，没事吧？没事。到底怎么回事？谁开的枪？哎，是这样的，我们开矿的时候，封了一条马帮的路，他们要绕行很远。我们要给补偿费的，可他们开了一个天价，我们不答应，他们就在这儿伏击我们。为此，我们已经损失了几名弟兄了。谢谢你啊，莫勇先生，要没有你，我就成为他了。不客气，应该的。不说了，快上车。好。米粉。哎呦，江局长，小芳，
您真来了。啊，答应过你的嘛，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那小张，快点快点，2碗米粉啊。小虎子吧。啊。来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你还有点玩具。哎，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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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哎呦呵，哎呀，真贵。看看看看看看。谢谢。你儿都上学了？上了，这还多亏了王局长他们。他们还给我们找了一个住处，就在那条巷子里，离这可近了。就连这家店，也是王局长他们帮着找的。嗯，好啊。来了。嗯，江局长、小芳，你们快趁热尝尝。给你看看。你要不要吃点啊？啊？吃不吃？您快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怎么样，江局长？说实话。味道是真不错，啊，真的，好吃好吃。哎呦，江局长，不瞒您说，昨天这店开张，这也就才卖出去了30来碗，今儿个到目前为止，也就卖出去了10来碗，这还不如我当初摆地摊呢。照这样下去，恐怕连这个店的房租我们都付不起。回去跟王军他们说一下，叫局里的民警啊，多到这儿来吃米粉。好的。哎，咱们有些宵夜可以到这儿来订。啊，回去跟李飞说一下，你就说我说的。是。那要是这样就太好了。要是这样，我这个店的生意不就要好起来了吗？谢谢江局长，谢谢小芳了。那个，江局长。嗯。根宝的案子你们破得怎么样了？是不是特别难破啊？这案子呢，因为是在境外，不比国内，那可能呢得困难些。其实这破案子呀，跟你们做生意是一样的，开始啊都得困难些，但只要坚持下去，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也没有做不好的买卖，你说是不是？对。对，也是这个理儿。是啊，李飞啊，将军，我们刚刚得到坎里拉芬猛红的重要情报。将军，您看。啊，我马上回去。好的。我还有点急事儿，得赶紧赶回去。局长，您看，您这是干嘛？不行，你快拿着。海华，你要不收这钱，不然我心里不好受。啊，你看，他也用不了这么多呀。您看，没事，我过来看你们。啊，虎子，走了啊。谢谢大大，跟大大拜拜。再见，拜拜。走，再见，拜拜。慢点啊，江局长。请。好，唐先生。你们先住下，啊！你救了董事长的女儿，啊！我本应该请你吃饭，但我今天晚上有约，就不能陪你了。我会让我的保镖泥秃负责招待您。另外，我和董事长定好明天上午见面的时间之后再通知你。谢谢莫雄先生的安排，不过我有庐山一个人就够了，泥秃就不用了。哎，这里治安不好的，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我怎么向李先生交代啊？哦，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谢莫雄先生。啊，那不打扰了。住进了基洛宾馆，莫雄的贴身表镖泥秃也跟他们在一起。知道了，你们要时时刻刻盯着他们，要尽一切力量保护他们的安全。放心吧，老哥。好，那就这样啊，拜拜。
这是今天早上7:10，缅甸政府租用的卫星拍下的照片。我特别想知道，缅甸政府看到这些照片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马上给缅甸的猫王副总监打电话。是。马上给部里取电话，让卫星在20公里范围内搜寻坎里拉的行踪。好。副总监先生吗？你好。啊。那些卫星照片你们都看到了吧？对的，这就可以证明了，猛红跟坎里拉是有联系的。我希望你们能够迅速询问猛红，了解他跟坎里拉见面的具体内容。好，江局长，明天我就赶往大其力去见猛红。如果猛红有什么嫌疑，我们立即对猛红实施拘押，并对基洛进行搜查。我会随时把会见猛红的情况向你们进行通报。好的，如果你们明天讯问猛红的话呢，我建议啊，要有联合专案组的成员参加。好，我会安排的。A 一说，江海峰已经通过卫星掌握了猛红和凯里拉的见面程序。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苏沃。好。事不宜迟，你告诉苏沃，让他除掉坎里拉，要不惜一切代价。明白。你再告诉苏沃，让他要想办法转移江海峰和缅甸政府的注意力。明白。你那边调查的进展怎么样？这是我收集到的一些有关刘卫东和利浩集团的情报。有什么疑点吗？目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据我们了解，刘卫东是和 BNN 公司谈合作业务，这个 BNN 公司是一家生产不敢交的著名企业。缅甸光华橡胶实业有限公司，昆明利浩集团 ，BNN 公司，都跟橡胶有关系。是这样的，江局长，我觉得如果刘卫东有问题，更确切的说，刘卫东如果是苏沃在中国通道的负责人，那么刘卫东通过和 BNN 公司合作，就完全可以把毒品通过云南昆明直接运往境外，不需要通过江西及深圳和香港的通道。这样呢，可以大大减少中间的环节，减少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风险。还有别的线索吗？我已经和内比都中华商会的会长取得了联系，希望通过他调查刘卫东在缅甸的生意情况。关键是刘卫东在缅甸的时候有没有涉毒，刘卫东为什么要卖掉缅甸所有的资产回国。那个会长可靠吗？可靠，去年的416毒案就是他给我们提供的线索。你在昆明发没发现刘卫东跟我们公安系统的人有没有什么来往？我呢有意识对这方面进行了调查，发现刘卫东很少和司法还有公安系统的人打交道。可是呢，怎么？你觉得有问题？不好说，反正有些怪。刘卫东似乎有刻意回避之嫌。你看，别的老板一般都是到处托关系找司法还有公安系统的人拉关系交朋友的，所以我觉得刘卫东刻意这么做反倒是有些不正常，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江局长，不知道我的这些想法对不对啊？要继续监视刘卫东。好。高野已经平安进入基洛，
可以放心了。见到你真的是越长越漂亮了，跟你妈现在长得是一模一样了啊！孟东叔叔，我好想你。肯定没我想你想得多。孟东啊，你小心陆八吃醋啊！我看陆八不敢吃我的醋，是你在吃醋了吧？顾董事长好。嗯，看你穿这一身是比穿军服要帅一点，可是比起我当年还差远了你。胡扯，我怎么看不出来？要不然，当年金拉为什么看上了我啊？当年金拉看上你，还不是因为你使的阴招啊？哎，今天啊，当着叶莎、陆八的面，你把你不光荣的历史全都交代清楚吧。是吗？这里面还有什么故事啊？别听他胡扯，你看他这张脸，啊，整天都是阴的，除了见到你，要不然呢，一点笑容都没有。你说你妈怎么会喜欢他？跟你说吧，当年我也会笑，尤其是当着你妈妈的面。哎，可是当年啊，他一看到局势对他不利，马上派我到山上去采罂粟。我一去就去了两个月，回来他跟你妈妈的婚事都办完了。为了这个事，我气得还跟他决斗了。决斗？董事长，真的？真的。你看，我手上的这个伤疤。就是他给我留的纪念，可是他脸上的那个疤，是我送给他的。孟东叔叔，你不跟我说是被劫匪砍伤的吗？那时候你还小嘛，我能跟你说实话吗？董事长、副董事长，你们原来是情敌，怎么会又成为好朋友了？哼，哎，两个男人为争一个女人，可以成为情敌，但是。也可以成为最忠诚的朋友，可两个女人争一个男人，却只能成为终身的死敌。因为男人除了女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当年呢，你爸爸救过我的命，我的命是他给我的。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你看他绕了多大一个圈子，就是因为表示他很有学问。当然，你妈妈会喜欢他，也是因为他会看书，他会识字，他会咬文嚼字，不像我，自认识我不认识他们。不过打仗，他可不如我。孟东叔叔，我明天去你的公司上班啊。好啊，我已经跟你爸爸说过了，只要你一回来，立刻到我公司来上班。一年以后，我把整个公司全交给你。孟东叔叔，不行的，不行的。
可以，我说你行，你一定行。嗯，哎，孟东啊，我想把叶香和陆八的婚礼时间啊，早点定下来。嗯，这样吧，就在泼水节那天把婚事办了，你觉得怎么样？你问我的想法，我已经跟你说过了。陆八，你不配。叶香从9岁就跟我在一起，我虽然是他的干爸爸，可是比他亲爸爸更了解他。叶香这个孩子的心气高，你要是跟他在一起的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副董事长，你是觉得我读书少了吧？我可以努力读书的，董事长。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你和叶香的性格不符，叶香喜欢像我这种有男人气的男人，豪爽，敢做敢当，你太弱了，跟叶香不配。我想毕业之后留在泰国发展。行，我都组支持你。不行。基洛需要你，爸爸和你孟东叔叔还有那莫雄叔叔都老了，基洛这三个公司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来接班。我和你孟东叔叔还有莫雄叔叔都商量过了，第一，贸易公司就交给叶香管，矿业公司呢交给陆八管，橡胶公司还是由你莫雄叔叔来管。第二，你和陆八的婚事一定要办，当初的承诺是不能反悔的，更不能因为你出去读了几年书就看不起陆八。陆八虽说文化不高，不过这10年他已经磨练得很成熟了，我相信陆八会对你好，他是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哎呀，你别教我怎么做。对不起，我来晚了。莫雄叔叔，吉祥如意。吉祥如意。什么事情惹得叶香不高兴了？你看，你看，我早知道是这个结局。哼，我后悔当初让他去泰国念大学。叶香她不想嫁给陆八嘛，他们两个不合适啊。哎，陆八有什么不好啊？你老是不喜欢他，哎，不跟你说过了吗？他们两个个性是不合适的嘛。那你告诉我，陆八到底什么不好啊？啊？我是叶香的干爹，我不会害他的嘛。哎，莫兄，你说说你的看法，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言而有信是一种美德，特别是对董事长而言。如果不遵守当初的承诺，董事长的信誉将会受到质疑。可是，如果叶香真的不喜欢陆八，这又事关叶香以后一生的幸福。你就不能一次痛痛快快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吗？中国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个是叶香的亲爸爸，一个是叶香的干爹。问你也是白问。哎，不行，这件事我做主，叶香一定要嫁给陆八。干什么呢？这是不是猛红先生的住处？是。下车走。唐总，这可不行啊。是谁？啊，我们来拜访一下猛红先生和叶星小姐，我是他的朋友，叫唐晓。等着。董事长，有个姓唐的商人说要见你。董事长，他是李秋生的朋友，可我没请他来啊。
董事长，我让他出去。哎，怎么可以那样没礼貌呢？他是叶湘的救命恩人，我去见他。谢谢唐先生对我女儿的救命之恩啊！不客气，不客气。啊，叶湘小姐，唐先生，听到您来了，特意出来欢迎您。缘分，都是缘分。不请自来，实在是有一些冒昧啊，也没有什么礼物好送的。我拿来了我们国家的好酒，给大家助助兴。在我们那儿呢，朋友相聚要先干一杯。那我呢，就先干为敬。好，够豪爽，我喜欢这种人。我叫孟东，是这儿的副董事长，欢迎你来。孟东先生，你好。孟红先生，等等。这杯酒我替董事长喝。你就是太小心眼，这酒要是有毒的话，我不早毒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你的原因。好，我们进里边一边吃一边聊。先生，哎，请坐。好。我这个人啊，自认为很能喝酒啊，像这样的酒，喝两瓶都不会醉的。但是今天在基洛转了一圈，我就醉了，只不过是被空气给熏醉了。基洛的确是个好地方啊，蒙红先生，如果咱们以后合作了，我一定要在这里盖一个房子养老。不知道蒙红先生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当然，这就是十年前我们为什么会向政府投降的原因。就因为这基洛实在不忍心看这么好一个地方鬼在炮火里。孟东，这没什么好忌讳的嘛。哎呀，唐先生还没讲完呢，你让他讲完吧。啊，今天不谈生意啊，不谈生意。对了，孟红先生，虽然我在照片上见过您，但是我总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也见过您，有过吗？
我怎么没想起来啊？是啊，按理说，我这是第一次来击落，不可能咱们见过。可是，我总有种感觉，哎，两年前的三月份，在昆明，你们去过没有？好像是跟一个利什么豪集团有一个签约仪式的一个酒会上，哎，我就在那个酒会上，你们在吗？嗯，对，那次我们是参加了昆明的那个酒会，可是我好像没有见过你呀。哦，我在啊，莫雄。嗯，你有没有印象？哦，董事长，我对唐先生真的没什么印象。莫雄先生，你也在？哦，我当然在啊，我是公司的总经理，当然得在。难怪我看莫雄先生也眼熟